没事姐，咱们这是轮班儿，我轮到你们俩的。风水轮流转，还有十来天。昨天晚上你知道他说什么？对不起，又有李三姐的音乐，又有歌神了。李三姐在显摆呀，那边在撒狗粮。你也有说对不起？我们两个说了又有啊，不代表什么。你们俩真是打情骂俏，我的天哪！啊，我们今天是这么远。走的时候跟现在拿点东西，拿点什么东西、啊、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点的好。那买了小礼物，我们去动物园纪念商店买了一些小礼物，然后苏苏一人给你们选了一个，来，你们俩一个，给你们俩干架的，自己挑啥吧。我要那个黄的母老虎，来。哇，这个我还可以拿给恩娜玩呢。艾薇哥是这个两个小耳朵，就希望艾薇哥可以好好听听 Lisa 姐讲话。哦，这个好。耳朵是左边进去，右边出来吧。那不可以，我给他堵住。你别再说了，威哥。戴上。啊，太可爱了！你再戴上这个手套，你再戴上这手套。怎么只有四只手指？你知道为什么是四只手指吗？因为当你用一只手指的指着别人的时候，四只手指的指的是自己。哇，什么意思？当你一只手指头指着我的时候，指着我的问题的时候，有四只手指头指着自己。我认，行吗？我的问题我都认，我就不改。你看碰上这么一混呢，我有什么招啊？刚才是不是你先在车上跟我喊的？发生什么了？我都很好奇，发生什么了？对啊，这好像第一次这个情况。他骂我，给我发脾气，他骂你啊？我感觉应该圣灵会要爆发了。是，他经常骂我，他经常跟我发脾气。啊？